少念头练习练习基本功与手由远制讲用四两难合拨走千斤太斗若然使我是置身下游顺着顺着春江水去走陪暂时困惑也可用两手寻桥上嘲风舟半首马步早开稳借力射开炮军，借力击退千军。智慧但不凶狠，最弱对最强，未理结局跟你较量。炮弹万吨死力，但只一动打破铁墙。最弱对最强，未理惯危扭转惯常，说打败多抽象，连公之道谦口之上。想的武功，烦恼太多，人太多，实在对此生最无功。绝地上被逼得伤重，运用运用标志反进攻，现实压制的沉重的，自在地施展我轻功。道路窄，我转弯，难题里翻两番，万事取于中间。死力，但只一动打破铁墙。最弱对最强，未理惯泥扭转惯常，说打败多抽象，连公之道谦口之上。能奋勇应战，只要永续没言败，最渺小的可以变成最高大。随世态应变，懂得拉扯中尽解，磨蚀既有界，是上下大势，等级都可破解。之上。